公司现在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关危机，品牌价值急速下降，股票下跌严重，我自己都亏了几千万了。这样下去，公司迟早保不住。这样下去，我们都活不下去。是啊，这样下去不行的。今天必须让厉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 想必大家都在等我吧。身为莫宁熙的丈夫，为了平息这次风波，我决定辞去董事长职务。司长，走，我们不干了。 我都亏了一千多万，这个公司，行了，我都亏得用不上。你觉得很好玩吗？力士集团那么大的企业，没有你不得乱套。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多陪陪孩子们。我缺失他们6年，我想弥补一下。我知道，你担心我。 谁担心你？反正你都做决定了。那我现在失业，你要啊？厉启程，我跟你说正事呢。你亲手创立的厉氏集团，你真就忍心这么说放手就放手啊？那莫总会帮我吗？ 城堡被推倒了，你可以帮我再建一个吗？当然了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当然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 我可以腾出手来做点别的事情。那我跟你一起走。力士集团是我一手创办到现在的，好不容易才发展到现在这个规模。我要你留在公司，帮我盯住公司里有二线的高层，趁此机会把公司里的那些蛀虫全部拔除。所以。 你留在公司，我很放心。那咱们俩现在干嘛？收拾东西。我有话单独对喜成说。 你们俩聊，只要你愿意陪在我身边，我会想办法帮你度过这次危机。放手，宋佳音，我劝你，好自为之。 我有一个办法，让莫宁熙滚出历史。爸爸以前都很忙的。 今天怎么这么闲？爸爸可能被炒鱿鱼了，有可能电视剧里男主角失业了，也会这样子。
那我们去找他玩吧。走吧。爸爸，给你。谢谢孩子们。今天怎么这么乖啊？嗯？爸爸，送给你。嗯，亲爸爸一口。嗯。爸爸给你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妈咪，爸爸今天不开心。我们今天出去散散心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就我们俩去。那孩子，他们交给咱妈就行了。好。哎，爸爸妈妈出去了，你们去跟奶奶好不好？好。挺好看的。那边走吧。哦，这边的大海真的挺漂亮。嗯，请进。张伯。张伯伯。见你的眼睛，却看不清你的心。黑暗里前行，想试着靠近，却得不到回应。爱情又不是电影，结局早已经注定。最后终于清醒，所有梦境都化为泡影。在夜里醒来，一个人发着呆，思念变空白。是不是只有傻瓜才会把爱说出来？你是我明目张胆人尽皆知此生偏爱，可我不敢表白，不敢触碰，不敢离开。多可怜，先动情那个人痛得最厉害。他是你手中玫瑰，心上朱砂，此生最皆知此生偏爱，可我不敢表白，不敢触碰，不敢离开。多可怜，先动情那个人。